2月2号，张柏芝带两个儿子游迪士尼，不少网友在网上曝光偶遇他们的照片。照片中，张柏芝身穿白色高领毛衣，头戴墨镜，看上去心情不错。他用婴儿车推着小 Q 悠闲漫步，被大赞又高又瘦又美，也没什么架子，是个非常漂亮的好妈妈。网友纷纷表示，张柏芝带两个儿子太不容易了，经历了风雨坎坷的张柏芝更勇敢坚强乐观，满满的正能量。